早前咧，我哋收到呢个 standby 级嘅巴咕巴咕 balloon 咯，不如我哋翻去试。我咧今日咧就狂问你 IQ 题嘅，如果你答啱咗嘅话咧，我就根据呢粒色拆翻几多格；如果你答错咗咧，你就根据呢粒色拆翻几多格啦。嗱，第一题。话说咧，有间名牌铺头做紧一折大减价，有个女人佢就走咗入去扫货喎，咁卖唔出嚟之后佢死咗喎，咁究竟点解佢会死呢？抵死，因为就太抵啦，所以佢系抵死啊！冇嘢分，十三都唔惊，但我就系一，咁样记唔记得价嘅？佢一吓咗一下咧，先为止一价嘅。第二条，点解 B B 唔识笑？點解 B B 唔識笑？唔識笑？唔識笑？三二一，因為可以笑的話不會哭。即點解啊？特徵啊！要分開㗎。第三條 ，line 乜嘢可以學到嘢？呢個 會太簡單啊 ！Library 啊嘛，圖書館學到嘢啊嘛。呢個真係太簡單啦。咁樣記一格。麥兜自己去沖涼，每一個近代文學作家的名字朱自清，麥兜是隻豬來的，所以他自己清潔。恐怖分子的下面是什麼？恐怖分子的下面是恐怖分母。哇！柴米油鹽有哪樣不是八十年代的產品？喂呀，這個是要唱出來的。有八十年代我唔惊啊！你真系怕死？乜嘢猪系得一只脚？要谂啊，要谂啊！我三，我想答谭慧珠。二，曾宝珠，曾宝珠，七宝珠。但系过咗时间啊！嗰啲咧，达文西密码上面系乜嘢？三二一，达文蓝，达文蓝，达文蓝密码。达文西嘛，达文南咯，东南西北啊。达文西密码上面系达文西最好啊。巴斯光年杀咗条龙之后系乜嘢？杀龙巴斯。如何用三盏灯同佢营造一个紧张嘅气氛咧？噔噔噔噔，擦色。二一 ，yes， 系红豆沙。妈咪，紧张刺激，好玩。我啲问题难唔难啊？讲下先，你啲 IQ 题啫，唔好咁简单。最后嘅惩罚，我用呢支两支卜佢。拜拜。我要攞三支嚟卜你个头。